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管某。大家应该都知道，泉水的伤害呢非常之高，危险量呢也非常的恐怖，所以这一次咱们来搞一个人造泉水无奶牛。而且既然要追求刺激，那就得贯彻到底，这一局我们不要射手了。这一次呢，老规矩，三连总过1万咱们排位见，如果过5万，我直接拿这个国标号掉分。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这号不是我的，不能乱搞。虽然呢我很狗，但我勉强还算个人，除非你们真的可以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不能这么想，我有罪我有罪。那么进入游戏过后呢，咱们是扁鹊打野，所以呢咱们就直接蓝开。小细节，两个野怪一起打，加快我们的打野速度。打完蓝 buff 过后呢，咱们就去中路，十分贴心的就把这个蓝 buff 送给对面了。一开局就送对面一个蓝 buff， 可以说是非常的有人情味。在抱着他们之前呢，先给一口糖吃，先死期放松警惕，才方便我们后面的为所欲为。复活过后呢，拿完红 buff 直接来到下路。这里呢我们三个看云一放技能放的那么辛苦，所以决定直接给他送个三杀。别问问，就是战术美学。好了，糖给够了，大家应该都四级了，咱们可以开始发力了。对面关羽呢这个时候也怪了，直接一个大刀突进，但是呢却被我们蔡文姬给断了马腿。先不要急，咱们先给关羽叠上印记，大招好了直接引爆。对面云云怪了，咱们蔡文姬和杨玉环同时放大。这个云云怎么回事啊，前期给你送了那么多人头，打人怎么都不掉血。这里我在打三柱的时候呢，对面苏尚香直接冲了过来，非常的勇猛，还直接交了个闪现，结果呢被我们顺便留下一个大刀直接带走。那么这里呢咱们再次来中路清兵线，对面云见我直接冲了过来，哇好高的伤害，哇我要死了，救命啊，可恶，我被打出重伤了，哇这个大招伤害，我的天哪，啊我差点就死了，太恐怖了。他们还没有出制裁梦魇，伤害就这么高了，那他们要是出了这些装备，我们还有的玩吗？所以呢十分的不幸，我的白起被对面三个人直接给包围了，直接给围殴致死。我为了帮白起报仇呢，于是我决定我一个人包围对面三个人。对面云云呢过来耍了波花枪，吃了波伤害，成功的把自己给送走了。对面的夏洛特和关羽呢见此状况直接开始逃跑了。那么现在咱们就来中路清兵线安稳发育一下，但是对面关羽呢说啊我跟防御塔是双排的，就开始把我们往塔里面顶。但是呢我们蔡文姬一个干扰啊，他的防御塔就挂机了。配合队友带走关羽过后呢，对面还有个金蝉，咱们直接给他超度了。这里呢可以看到对面伤害之高，咱们足足用了5秒钟时间才把血给补满。中路的兵线又到了，咱们继续压塔。然后呢对面云就忍受不了，直接大刀飞了过来，一个燎原白刃漂亮打掉了我们两个血量。对面夏洛特呢也不甘示弱，直接在我们人堆里面疯狂输出。印记叠好过后呢，大招直接引爆。虽然看似我们没有怎么掉血，但实际上我们已经身受重伤。这里来到中路遇到对面的关二爷还有孙尚香，孙尚香见白起过来了，一个闪现直接穿墙。我们的白起呢也十分的聪明，利用大招也成功的穿了墙，绝对不是大空的，绝对不是。杨玉环呢被击杀了，对面的孙尚香呢也残血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对面云突然出现一个挑飞几个大招，可以说是非常的帅，就是没有打死人。对面夏洛特呢，这个时候偷偷靠近，一个闪直接带走我方蔡文姬，然后直接急急忙忙咱跑去斩防御塔啊，很聪明，知道这是个推塔游戏。对面金蝉呢，这个时候靠过来，咱们直接过去摸他，两发平 A 过去，不用管他，他自己会死。现在呢我们这边就剩我跟白起两个人了，对面云音呢想强推中二塔，但是我们白起上去就是个大招，我们呢直接配合白起一个大招成功带走云音。对面的孙尚香呢不仅不怕，还越战越勇，一个劲的往前冲，把印记给孙尚香叠到50%过后呢，咱们就先撤退。蔡文姬复活过后呢直接开大给我回状态，但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对面孙尚香直接闪现跳了出来，可能呢他是想垂死挣扎一下，但是结果呢可能有点不尽人意。这里呢我其他四个队友趁我不注意直接跑去越塔了，等我赶到的时候呢已经来晚了，孙尚香已经没救了。他们想走的时候呢，关羽一个大招直接向他们推了回去，蔡文姬呢直接被关羽给击杀了。那么这关羽也别想走了，达成残血过后对他说一句，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何？那么现在呢咱们就开始安心的拆塔，安心的在对面高地蹦迪。然后杨玉环就被击杀了，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五个人没有凑齐，要是咱们五个人凑齐的进行团战，那必将毁天灭地。那么这里来到中路准备打团，虽然我们是4-5，但是优势在我。对面云云出现，白起大刀嘲讽被夺，先不要慌，看一下对面关羽的位置，对面孙尚香又过来了，白起放钩成功的将其拉了过来。蔡文姬被打成残血，不过问题不大，大招一开残血什么的不存在的。我们的白起呢去追孙尚香了，咱们跟不上，后面关羽过来了，一个技能直接踏了个寂寞，咱们呢使用平 A 给他叠毒，但是对面关羽呢直接一个回头一技能将我们四个全部推了回来。那么印记叠到40%，大招直接引爆成功带走关羽。这里呢我们的孙膑直接追着对面的金蝉打，我们的屁股后面呢孙尚香也包了过来，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，我们的白起呢就在孙尚香的屁股后面击杀掉孙尚香过后呢，发现我们的孙膑正在被追杀，配合队友击杀掉了云音，成功的救下了孙膑。那么一波团战结束过后呢，咱们这边零换四，有一说一，最后的团战非常的惊险，要不是我们有那么一点点回复能力，不然这波团战必败无疑。游戏最后呢对面直接发起投降，我们就这样十分轻松的获得了游戏的胜利。但是毕竟是匹配啊，打着没什么挑战性，所以三连总是过1万咱们排位见，拜托了，这对于现在的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我是关某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